要講一講龍情麟兒咧，已經發布咗七月份兩個視頻直播在神户，同埋有什麼煩惱係一餐火鍋解決唔到嘅。咁呢排咧就過一排再食個火鍋。我哋正在剪片，好快會公布直播在京都同埋地獄廚神第四集同埋第五集。我哋加入咗啲女藝員。如果有問題收看龍情麟兒咧，可以喺現場同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幫你解決。如果你唔係現場咧，你可以上網 WhatsApp 或者郵件，我哋幫你解決問題。多謝。龍情麟兒已經發布了七月份的兩個視頻，吃鍋在神户，還有沒有什麼煩惱是一餐火鍋解決不了的。我們正在剪片，很快就會公布吃鍋在京都，還有地獄廚神的第四集和第五集。那如果想有興趣加入這個龍情麟兒，可以跟我們聯絡。如果你們收看龍情麟兒有問題的話，而你又在現場，那麼馬上就可以找我們來，我們幫你解決。如果你们不在现场的话，可以 WhatsApp 我们，或者是发邮件去我的邮箱里面来帮你们解决。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跟住咧，我有多谢一班朋友。赞助支持我嘅，首先要多谢新加坡嘅徐先生，加拿大温哥华嘅文太，澳洲悉尼嘅蔡先生，新界大埔嘅冯先生，香港嘅 YouTube 网友李小龙，多谢你哋透过 PayPal 支持我，多谢。多谢仲有几位银行过数嘅朋友咧，有一位柴湾嘅文先生啦，同埋澳门嘅阿强郭先生，佢哋都系透过银行本地过数支持我嘅。首先感谢新加坡的徐先生，加拿大温哥华的麦太太，澳洲悉尼的蔡先生，新界大埔的冯先生。还有香港的 YouTube 网友李小龙，感谢你们透过 PayPal 支持我。还有感谢柴湾的文先生，澳门的阿强郭先生，感谢你们的银行过数，谢谢。多谢。就这样，将眼别离。
Thank you.
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
Thank you.